阅读本文前，请您先点击上面的蓝色字体“健康长寿百科”，再点击关注，这样您就可以继续免费收到精彩内容了。每天都有分享，完全是免费订阅，请放心关注。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4.6%的人睡眠不合格，超过90%的人没有达到良好的睡眠水平。医学上有90多种疾病发生于睡眠期，睡眠质量不佳，不仅会使人焦虑、抑郁、狂躁，还会使人的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。好睡眠的标准，我们1/3的生命在睡眠中度过，人体的大部分自我修复工作都需要在睡眠中进行。想要有个好身体，必须先有好睡眠，充足的睡眠，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。好睡眠的标准有哪些呢？来看看你的睡眠质量如何。上床后10到20分钟入睡，睡眠中不醒，或偶尔醒来又能快速入睡。夜间睡眠无惊梦，做梦醒后很快忘记。早晨醒来精力充沛，无疲劳感，睡眠中没有或很少做噩梦和异常行为。各年龄段最佳睡眠时间，大家参照一下小学位解决失眠问题。睡觉为养生之首，一夜不眠，百日补不回来。失眠的危害如此之多，今天教大家按摩一个穴位，就可以改变睡眠问题。神门穴的位置位于腕部，腕掌侧横纹尺侧端，尺侧弯曲肌腱的桡侧凹陷处，即手腕横纹处，从小指延伸下来，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。取穴时，应正坐，仰掌的取穴姿势。按神门穴的作用与好处：一、帮助入眠，调节自律神经，补益心气，安定心神；二、辅助治疗心痛、心烦、惊悸、症状、健忘、失眠、痴呆、癫狂、痫、晕车等心与神志病症；三、治疗高血压；四、缓解胸胁痛、掌中热、便秘、食欲不振。另外，神门穴顾名思义，管住人的心神，所以临床运用，现代常用于改善心悸、治疗心绞痛、无脉症、神经衰弱、疫病、精神分裂症等。神门穴位配伍：神门穴配内关穴，心俞穴治心痛；神门穴配内关穴，三阴交穴治健忘失眠；神门穴配支正穴，主治健忘失眠、无脉症；配大椎穴，丰隆穴主治癫狂；神门穴治疗失眠，晚上经常睡不好、容易失眠的人，不妨试试睡前点按神门穴。按摩此穴有泻心火和脾胃，可以增加困意，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。用指腹轻轻按揉，感觉有酸胀感为好，约5到6分钟。中午和晚上睡前左右手交替用大拇指点按神门穴，15到20分钟即可。点按刺激神门穴，用力不要过重，已有酸胀感为宜，对于失眠，特别是轻度的睡眠功能障碍，有着不错的效果。神门穴防治老年痴呆，50岁以后可以多按神门穴预防老年痴呆，因为心主神志，聪不聪明就要看心的功能，多按神门穴可以大补心气，心气足了，老年痴呆的机会也就少了。平时看电视或等车的时候，可以抽空按揉神门穴，非常方便。神门穴促进消化，神门是心经的原穴，心属火，脾胃属土，火生土，所以按神门可以让心脏的血液供应给脾胃，促进消化，缓解便秘。具体方法为在神门穴上做按掐，一掐一松，连做36次，两侧交替进行。穴位疗法及注意事项：按摩神门穴可掐、揉、刺激，已有轻微酸胀感为宜。此手法最适合在晚间睡前操作。